咁點解講南方猛葉咧？因為 manganese 係一種其實喺好多種工業入邊重要嘅係元素嚟噶。例如好冶煉鋼鐵，你係需要 manganese 嘅。當然啦，亦都需要其他嘅添加輔助劑，啊呢個係其中之一個。咁啊 manganese 呢個喺個南方猛葉咧，最近咧就表現好勇猛。過嗰五日咧，哇！呢、這個大户嘅買入係100% 嘅，咁然之後咧，今日咧就稍微縮咗水，得7.7%啫，咁即係都多啊。咁啊，主要成交就喺九毛主呢個附近。我睇睇佢嗰個價格，好簡單啦。點解要揀佢嚟講講咧？大成交，有成交有價，咁你係咪需要留意一下咧？在日線圖上面，你會看到係應該會有機會係破咗一個係雙頂嘅情況。咁即是呢一度雙頂情況，如果破咗嘅話，如果佢再跟住跌翻落嚟，守住喺呢個係呢個頸線上面嘅個量度升幅不得了啦，就可以呢個有4毫子，即係8毫子上面咧，再加上4毫子就過2人錢啦。咁因此，喺呢一方面咧，目標價咧可以睇到係希望佢落翻嚟守住呢度咁樣啦，咁就去到呢度咧就可以守住上面，可以望望呢個係過4，咁啊指示咧就喺呢個嘅係7.5毫度。咁如果係因為呢個係我去呢個加入嚟嘅，所以應該咧就係冇人去問。咁啊，如果真要買貨嘅話咧，可以考慮咧係8毫子度，因為我估計佢應該彈落翻嚟啩。落翻嚟啩，彈翻上去落翻嚟啩，咁希望喺呢度嚟到做。